大家好，我是小袁同学。那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我们借唐老师 M50 的这个当年的暗房的这个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初体验的这个活动。今天我们得到了阿卡、雅加和菲斯两大世界顶级的这个器材厂商的支持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新的体验。大家看到我在我旁边的这台相机是它刚刚发布的阿卡 Pico 这台非常特别的一台相机。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台和我们之前所见过的所有的相机的这个结构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啊。它其实下面是一个单轨，但是呢，它这边是有个皮腔，然后后面可以接很多东西啊。待会会说，第一次我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我觉得好特别，它很像一个外星科技的这种颠覆性的这种造型。但大家知道啊，阿卡呢是世界基本上也算是顶级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自研厂商，它非常的小众，所以呢用到它的用户呢其实并不是很多。但凡用到它的用户呢，它都是一个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忠实的这个用户。我有很多的艺术家朋友，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我问他，哎，你用的什么相机啊？很多都会回答说他是用的雅加的。阿卡雅加的这个相机，而且他说他已经用了20多年了，他可以一直用下去，是因为他如此的优雅，然后调焦也是非常的这个舒服啊。这台 Pico 呢，继承了阿卡它一直以来的非常经典的这个齿轮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这台相机身上有好多的旋钮哈，它是一台靠全齿轮驱动的这个相机。阿卡这次最新推出的这套 Pico 系统，它是一个模块化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注意到，它下面是个单轨，然后有一个操作的平台，然后呢，它的前面呢，就是它的一个镜头的一个组件，然后在后面呢，就是它的一个连接后背和相机的这个组件。那当中的这个皮腔呢，非常有意思，它是非常方便的磁吸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当我把所有的组件全部去除了以后，这台相机就。这个骨架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就非常的轻巧。这也是阿卡到目前为止最轻巧、最轻便的一个多功能的跨平台的技术相机的一套组合解决方案。这套相机有多轻呢？它都不到1000克，也不到1000克啊。所以呢，它装上去以后呢，就是体积也是非常的小巧。它是为了解决便携化、数字化的这么一个世界的未来拍摄的这个趋势而专门诞生和解决。它现在呢，它是前面的这个镜头组件呢，它是可以接阿卡自己的镜头，有菲斯的自动对焦的这个镜头，老的大画幅的这个镜头的后背呢，它还可以接菲斯的后背、哈苏的后背，还有很多无反的那个数码的相机的这个后背，所以它其实是连接了很多的这个系统，来形成一个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解决方案啊。好，我现在手里呢是拿着一台菲斯的 XC。这台呢，基本上是我们目前为止拿到的最小的一台板机啊，非常小。然后呢，这台呢是我们目前能拿到的最小的一台皮箱机，它的后背呢实际上是通用的。我们现在的后背呢，就是可以把它从这里拆下来。哦，谢谢。然后在后面给它装上去。它连着的呢是一个它的一个皮腔的这个接环，那么我们它皮腔呢是磁吸的，大家看到磁吸的，然后呢在这里呢看见吗？这里
掰开来，拔出来，好，这个后面的这个环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结环。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换到哈苏的这个数字后背上面去，同样的这个接口，但是呢，它反过来的这个后背的这个接口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把它接上，好，这样的话呢，这个把它松掉，然后把它插上去，锁紧，再用皮枪把它吸住，好，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哈苏的一个数字后背。阿卡呢，其实还提供了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无反数码相机的这个接口。那我这边呢，有一台非常古老的乃西六啊，这台相机大家用过的同学都知道它有多古老，但它也是那个索尼的这个一口，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可以接到我们这台相机上面去的。同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同样的这边的一个接口，背后呢是索尼的一口。我们现在先把它，接到上面去，这个先把它拆下来啊，我们还是皮枪切掉，然后松开，然后拿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样的啊，把它插进去，锁上，然后皮枪吸住 ，OK。我们就拿到了一台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套系统，所以呢，我们所有的135数码的玩家呢，其实就可以通过这套系统呢，它神奇般的获得了技术动作的这个能力。那么有朋友会可能他不太了解的话，他会说，这个技术动作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在做这个镜头的俯仰、摇摆以及位移的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符合沙姆定律和反沙姆定律的一些效果啊。这些效果呢，在以前啊，我们是需要用昂贵的135的这个移轴镜头来实现。现在我们用任何的镜头，通过皮枪的这个移轴，我们都能做实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平时在拍摄这个数字后背的时候呢，都会碰到这个方向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方向性呢，一般呢我们是喜欢拿下来再转一个方向，但是在这台阿卡的这个机器上呢，它是可以直接转。你不仅是可以顺时针转，你还可以逆时针转360度都可以，所以这个极大的非常方便的解决了横拍和竖拍的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它整个一个系统的这个造型它是个圆形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它真的是太方便了。我觉得除了菲斯的那台 XT 之外，我觉得没有一台相机系统能够比得上这么一种设计啊，这个就非常的简单，这个简直就是哇，这个天才的这个设计。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镜头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装的呢是一个罗敦斯德的一个大画幅的蓝圈镜头啊，它这个系统呢，它还能支持菲斯的这个施耐德的这个镜头。它这边换的时候呢，只要这边很简单的把它换下来，把它这边白点对上，然后拧上，咔嚓，好了，它就装好了。所以呢，但凡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接板，那我们都是可以接在我们的这个 PICO 系统上面的。那如果我们是大画幅的镜头，大家记着啊，它只要能够有0号或1号快门的，都能够转接到这个套系统上面来，也就意味着你有大量的这个古老的优秀的这个镜头可以选择。那当我们用到了这个菲斯的现代的这个自动对焦镜头的时候，它可以用所有的菲斯的自动对焦镜头啊。那么它的这个触点控制呢，是在这边有一个附加的线来控制光圈的这个大小。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换上了菲斯它的802.8的这个自动对焦的这个镜头。所以呢，在这套系统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碰撞啊。大家知道这个菲斯和那个哈苏啊，它的老冤家不对付啊，那个软件也不对付，这啥都不对付。但是我们现在通过阿卡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媒婆的这个媒介作用啊，我现在成功的让
菲斯和哈阿苏的这对老冤家实现了联手，实现了共同的这个创作啊，所以我们就实现了这样史诗般的这个碰面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机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旋钮，我们这边的这个旋钮呢就是它的这个对焦旋钮，大家可以看到转动可以会有一个前后的这个移动啊，再来对焦 OK。 然后呢在这一边呢，你的左手边呢它其实是一个有两个旋钮，那么首先这个旋钮呢是摇摆的旋钮，你通过旋转它呢你可以进行摇摆，那么它就有左右十度的这个摇摆，十度已经蛮多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度它都有一个手感，你会感觉到咔哒咔哒咔哒的这感变化，那么提醒你已经过了一度了，所以这个手感是非常的细腻啊。好，这个按钮呢其实是俯仰的操作，它俯仰的呢也是正负十度，所以呢在每一度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咯哒咯哒的小声音，来通过这些来进行俯仰的操作啊。十度也是很大的一个操作了。然后我们转到它的后组这边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也有两个旋钮，首先呢它下面的那个旋钮呢是来控制后组的左右的这个移动，大家可以看到左右的移动，当你慢慢拧的时候呢，每过三毫米它就会有一个手感咔嗒一下的手感。好，左右呢一共是二十毫米的这个位移的这个移动的幅度，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旋钮呢它是上下的啊，大家看到哎，上下的也是每隔三毫米呢有一个手感，然后它上下呢也是二十毫米的这个移轴量啊，也是一个移轴量，也就意味着它这个后组呢它可以在前组不动的这个情况下左右上下同时移轴啊二十毫米。用过二帕的同学呢都知道啊，它二帕也是在后组进行上下左右的这个移轴，它所以它这个移轴量其实啊和二帕相比已经很不小了。然后它的操作呢又是非常的灵活，又是齿轮的这个操作啊，非常的精准和灵活，你可以通过细微的这个手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后组的这个移轴的这个变化。好，所以呢我们在这台非常小的这个机身上面呢就能够看到啊，有所有的我们技术动作所需要的上下左右摇摆俯仰的这个操作都在这个上面。所以刚才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了一下这台相机的这个各种可能性啊，因为它刚刚发布，我对它也在熟悉过程当中，而且也只是上手了没几个小时，所以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的这个地方，但我这个半天用下来，我作为一个大画幅和阿尔帕的这个用户来说，这台 Pico 在我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感受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独特。比如说它这个皮腔啊，我前面也专门问过，为什么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圆形的皮腔？因为我们看到的皮腔大多是方的，而这个圆形呢，在造型上，第一是非常特别，它非常的有辨识度啊。这个圆形和前面镜头的这个圆形和它的镜头接板的圆形是一致的设计语言。第二呢，它全齿轮驱动的这些操作啊。也是非常的精确，这是阿卡一直以来的这个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然后呢它后面呢能够接所有的这个后背和相机，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数字化所必备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它有所有的这个技术动作，但这个技术动作呢也不是非常的夸张，因为涉及到体积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考虑这台相机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这台相机真的是非常的轻巧，轻巧到你可以随手就可以拿走，一点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出门在外，如果你需要有一台相机，它既能够有这个连接你现在所有高
高级的那些后背和镜头的能力，又有做技术动作的能力，还要兼顾小巧和便携。我觉得阿卡推出的这套系统呢，真的是解决了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痛点，特别是出门在外旅行的痛点。当然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碰到更极端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更专业或者说更其他的这个系统来完成它应该完成的这个工作。但是在日常我们带出去旅行，我们需要轻量化的这个拍摄，快速的拍摄，我们需要更多的可能的连接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平台。总而言之呢，我半天的这个使用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它真的是阿卡到目前为止它推出的它非常一个轻便便携，然后具有可扩展性的一套革命性的一套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整整的是面向未来，它面向的这个未来数十年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数字化系统的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来体验和尝试一下这台小巧便携的革命性的这个新系统。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分享啊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